如果在治疗宫颈炎期间怀孕了，那看你之前用宫颈炎的治疗是用采用什么方式。如果仅是就是针对病原体使用的一些抗生素的治疗，抗生素有一些是在孕期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不一定会影响怀孕。另外就是说，我们早孕期有一些筛查，可以筛查出抗生素是否对胎儿有影响。所以使用抗生素期间怀孕了，孩子到底能不能要？取决于每一种具体情况，你使用的药物的治疗和药物治疗的时间都有关系。如果是一些物理性的治疗，比如说宫颈的电熨，或者说宫颈的激光治疗，它不影响妊娠。但是如果说这种治疗范围比较深，可能会造成宫腔的粘连，宫颈的粘连可能会影响自然分娩。如果说宫颈的这个物理治疗之后，病人怀孕了，然后打算自然分娩，在自然分娩前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有宫颈治疗的历史。